家新的店叫乳酪蛋糕，所以他有在办会员卡啦，消费300块钱。这家我吃过，不啦，吃过午餐。哎呦，今天好像混日，我来尝尝。哦，你看，往89。金龟车。台中热的要命，我居然还带珍珠项链去骑脚踏车。来宾，这里有一间城街厨房啊，跟我们那边的一样。啊，明天早上我们去城街厨房吃早餐好不好？那很好吃啊，看起来很干净漂亮。喂，你在家里等我，吃完再去新厨。你欠我的，我都要要回来。